修行佛法一辈子，念一下征服自我，啊、呃，要这样挑战自己，来奉献众生，承担众生苦。那我想各位不分在家出家，我们一辈子是为了这个，啊，把自己完全的消除掉，没有我的快乐痛苦，没有我的财产，一切都是众生的，好不好啊？对对对，一定要这样训练，啊，不要自私。 啊、呃，不要为了钱，所以以后各位以后你去上班，人家问你为什么来上班？为什么？为了探吉，挨错了。啊、呃，为了什么上班？我要来服务社会啊！啊、呃，我要来跟人类结缘啊！我要发挥我的各种能力来帮助。啊、呃，老实说，如果你是这种人，老板喜不喜欢你？客户喜不喜欢你？这个是佛法。 那我们身为佛教徒啊，那部分在家出家都不要贪财好色自私自利啊啊、呃！你要为别人想，别人自动为你想，千万不要去设计别人呐、啊！设计别人用这种自私的心机不好，所以人家说奸商奸商，做商人叫奸诈，那这样不是很没有福报嘛？那现在已经学佛了，我们部分在家出家。 不要做一个奸诈的人，对不对？做一个诚心诚意，要帮助你、服务你，不要有代价的，好不好啊？啊，都是要这样的思想。那我想我们这样来参加法会啊，药师佛期啊，四十九天呢、啊，才有意义啊！啊，你千你千万不要四十九天参加完了、啊，还在贪财好色，都超度不了啊。 所谓七七七四十九天，就要想尽办法把你这个自私我执、贪嗔痴慢疑消除掉，完全的净化掉，所以才叫我们跪跪着拜忏悔，持续这么久。那这个动机你一定要找到啊！那消除自我，去关怀别人，无私无我的去奉献啊，为佛教，为众生。 不要想到自己吧，啊，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福报，不是他聪明用心机来的。一个人有没有福报，是他有没有布施的精神、奉献的精神。所以以前我师父也常跟我讲啊，出家很好，不要带钱来。我说哇，出家不要带钱，没钱啊。他说你不要带钱来，啊，你再有钱是你的事情，不要带半毛钱来，啊，然后你出家没有钱，你好好的去奉献、报恩。 所以，然后信徒自然的供养你，就算你没有得到供养，是自己业障重，啊、呃，动机有问题，好好调整自己，千万不要去起心动念，哦，点灯两百，排位五百，这样会怎么样？不好，不符合佛法，啊、呃，这不是戒律，啊、呃，所以现在叫末法，末法时期很多佛教变成商业化，不好。 嗯、啊，所以不是不能化缘。如果今天你要做一个利益众生的事情，啊，你牺牲自己，把自己奉献给这个好事去化缘，那那没话讲。那如果你化缘只是为了你自己的想法，而且不是在利益众生，啊，而且没有利益众生的能力，那你得到那个反而损自己福报，啊，这一点是真的。所以我想各位。 啊，佛教我们说八关斋戒，叫我们少欲知足，养成习惯，六天、一个月、十天少欲知足，啊，甚至晚上不吃，也不吃漂亮衣服，也不用浪费钱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就可以过生活就好。然后呢，其他的时间来护持三宝，来帮助众生。希望各位这一辈子啊，就习惯这种生活，啊，少欲知足。 如果你太有钱呢，你会很骄傲。他们就说：“师傅，干嘛？功德主来了，管他的，找我都没有，我都会管他的，请他后面坐。呃”啊，所以、呃、功德主什么叫功德？慈悲这个有功德啊、呃，这个人这个人奉献还有功德。我们是赞叹他的功德，而不是赞叹他的钱。那现在往往把功德主跟金钱画上等号是不对的。 当然，用钱可以做功德哦。他扶持佛教，扶持供佛、斋生法会，扶持什么？哎呀，这种功德主，我们要不要让他坐前面啊？最好坐上面。哇，这个人真奉献呐、啊，对不对？这不是钱多钱少啊。他这个人，可以讲，我以前认识两个功德主，我每次想到他，我就很惭愧。我都讲过，刚出家的时候，我在会日讲他，那时候台北很冷，很冷的要命。 然后我就负责倒垃圾，每天晚上清水沟倒垃圾，快不快乐？啊，比我在做老板快乐多了。<laughs> 啊，那个时候是自动自发的，每天去清垃圾，弄弄弄每一个房间，啊，把它弄好。因为我们会是讲呢，很多出家人来挂单，然后我师父说你要把它全部整理好，让别人来啊，又觉觉得他是新的房间，那我就很高兴。我说师父，你找对人了，我以前是扫浴缸的。 我大学时代去攻读，他提醒你扫浴缸、清马桶，这是我的专业，啊、呃，这也是我的福报。那这个我很会做，啊、呃，棉被把它折得漂漂亮亮的，让哪一个出家人来挂单，呃，都可以住得很快乐。然后完了以后帮他们清水沟啊，弄这些，因为我认为啊、哦哎，出家比做皇帝还快乐，对不对啊？能够出家真的是太快乐了。 那因为每天晚上清完垃圾就要拿到那个收垃圾的地方，啊，每次都看到两个老人在那边收垃圾，收完以后捡人家倒垃圾，他就捡里面的东西拿去卖，心里就想说，哎，这两个老人很可怜啊，啊，但是三更半夜这么冷还在做，当然也只是可怜，但是没有没有尊敬他们呐，啊,啊，以那后来我们慧智讲他要盖、啊，我师父宣布要盖。 先不要盖，以后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已经认识，经常去看到他超过三个月。有一天，哎，两个老人来了，我、哦、哎，那、啊、他们怎么跑来了？然后就拿了很多钱，哦，师傅啊，这几个月去捡垃圾的钱哦，然后拿去卖了，然后这个钱哦，听说你们要盖慧日讲堂供养啊、哦，我差一点跪在地上，我、哦、很惭愧。那三个月，我、哦、三个月。 我内心里面，哎呀，看不起他们，对不对？啊、呃，因为那个习性还在，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搞啊，这个人呐、啊，人不能看不起，他们比我们伟大，比我们伟大。然后后来我去恒春，我想他们天天做，我认识他们以后，我就经常回想。然后我师傅调我去恒春，那从恒春回来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想要去看他们。 结果那一天，我又故意去弄乐圾，要拿过去。其他的法师，哎呀，这个我来拿。我说我要去看那两个老人，啊，乐圾弄一弄，带过去，走一段路。结果只看到一个，只是剩下老妈妈。说啊，某个啊，林安咧，你老公呢？他已经往生了，剩下他一个，继续努力这样。啊，继续努力，然后捡了垃圾，生活过得很很。 很贫苦，他觉得很好，所有的钱去供养，因为你们会理讲堂要盖嘛。那时候啊，我真的是，哎呀，从内心里面啊、呃，去佩服、去学习他们。那时候我就告诉这两个不是人，一定是佛菩萨来教育我们的啊、呃。因为像我们这种傲慢的人，赚了钱再来出家的，所以我出家并不是很快乐。因为我出家的时候，我四兄弟都看不起我。 哦，这些读书人哦，后裔郎这样，他就会故意故意这样啊，后就自己会觉得不好意思啊。然后里面我们里面大部分都是读书读很多的博士啊,啊，不然就出家很久。那我佛经也没有读很多，佛学也没读，对不对？所以各方面没那么圆满。但是因为看到他们两个，我就找到了。 哎呀，原来修行就是写他们这样，默默的晚上这边捡乐色啊，啊，他把乐色换成黄金去供养三宝，他们很快乐。那另外一个老菩萨，各位也听过我讲，还有一个老菩萨，每天早晚都来做早课，他看不到半个字，人家做早课，你看音管这观世管这萨观管这菩萨，你看不，他就一直念观音菩萨，从头到尾你念多久，他就念观音菩萨。那有一天。 他长得又黑黑的，那后来有一天我在那边做咨客嘛，然后心情有一点不好，就来，哎，海涛师，海涛师，我先没待急。你如果有什么烦恼啊，你跟我讲，我跟观世音菩萨供，观世音菩萨给我供，我给你供。他说我有什么烦恼就找他，他跟观世音菩萨可以讲话，然后他再告诉我怎么办。啊，所以我说真的吗？ 哎，他还可以讲述我一些心思，所以后来我们会址讲堂要拆了吗？要拆以后，那我师父就叫我去整理佛像啊，整理。结果我整理，因为一段时间那位老菩萨没来，他没来之前还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海涛师啊，我要搬到南部去了啊。呃”他在这么，他白天还做早课，早课做完以后就帮人家包菜包，菜包赚了钱，他跟我说他一个月赚七千块。 七千块、三千块，他自己吃饭，他不用靠家里，多轻松。四千块供养慧日讲堂，然后他每天去包菜包，等着做完晚课，他回家睡觉。他跟我说：“你们要拆了，我不能做早晚课了，我现在要去南部帮人家洗碗，那边还可以住。”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没有见过他了。但是惠日讲堂要拆的时候，我去，我去弄那个观音菩萨，我师傅叫我去搬。 去搬的时候，打开一搬，哇，那个老人的脸就是观音菩萨的脸，因为我们那尊观音菩萨做的比较黑，啊，有一点凹凹的，脸没有这样尖尖哦，就是那个老人的脸，啊，所以我那时候就，哎呀，我觉得我很幸运啊，原来观音菩萨告诉我就是这样，很认真慈悲，不要执着读多少书，因为我们。 老师说，我们在慧日讲堂出家了，没有读到佛学院高级毕业，没有去读博士，人家会笑你的，就像我被笑一样，人家看不起你的。啊，每个人一出家就读佛学院、读研究所、出国，就是计划是这样。啊，如果你没有做，人家看不起。结果佛菩萨事先给我们看什么？捡乐色，啊，不懂得字，光念观音菩萨，慈悲帮助别人，少欲知足，啊。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典范，所以我想我们来修行，就像各位刚刚做个替身，替身就把生命的精华布施给众生，啊，冤亲债主跟你讨债，欢喜供养，欢喜布施，那你这样你就可以改变命运，就算身体没有好，继续布施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身体存在本来就是个痛苦，病苦，像药师法门要利用病苦让我们。 来修行，啊，来方便的引导我们，这是非常好的方法。好，我们回向啊，因为等一下可能仁波切如果来了，然后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各位他们今天还有翻译，但是我要交代一下，眼睛瞪大一点听，好不好？你不要仁波切讲就开始困了，因为我们。 主办仁波切人很厚道，我跟他认识十多年，很老实。没有仁波切要去做做做秘书的，他发愿自己自己是十六世大宝法王的上司。现在十七世来，他来服务他，对呀、啊，啊，服务了十多年这样。